的呀，红色。现在一二三四五，好，现在你们站在蓝色上面，刚好有六个蓝色。噔，还有哪里有蓝色？还有哪里有蓝色？这边还有一个，这边还有一个。很大力的推，对啊，两边红色的，红色，再开一个，再开一个，很屌，哦，啊，如果真的会跌倒的话，就可以踩下来没有关系，不要跌倒哦。哇，我来推你哦，啊，跌倒了，好，那好像有点难耶，没关系，蓝色。红色的，好难哦。好，那我看你们有没有粘紧哦，不能被拔开哦。我要把脚脚，感觉看起来比较酷啊。我要把你的脚脚，准备哦。小周这边，啊，好像是这种，对，小周是绿色的这种的。哇，大家都很厉害，有哎，有哎，好，那我们先站起来。好，这边，那我这边呢？你们认不认识数字？那你们会不会从一数到五？会。好，那我要另外九十一个。哎，你翻了吗？翻了。那换你，那你。还有一个，叮叮叮，好，欢迎。哇，好，有吗？对，好，再继续。还有一次。好，另外一张五在哪？啊，叮叮。好，换你。九。哇，好，这给正接放你那边，好，继续翻。有两张了。啊，二的，对呀，啊，一用在这哦，好，来，二，好，还有哪里？那个，哇，好，今天有一分，八，三，好，欢迎，还有，还有一次，还有一个，六。樱桃姐姐会选一张牌，然后呢，她就会去找出来，你们信不信？狗狗会找出来，对，它会找出来。你太高了，对，会够力，预备，一二三，好，你，哎，没，五秒哦，不可以，不会没看到哦，五秒，准备哦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四。五六七八九十，小黄他已经咬了一张牌，小黄咬了一张，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一张。好，今天没办法改了，请问一下，那张牌是黑色的还是红色的？黑色的。那请问它是数字还是英文字？数字。好，那我现在翻过来，如果他要找对的话，帮他拍拍手，好不好？好，准备哦，一、二、三，锵锵，是这张吗？小黄，大眼睛，又有小眼睛，对，对，不会怎么样？换的话，小大眼睛，水汪汪的大眼睛，大家干嘛这样啊？我不会把它弄错啦。不敢看。不会，等我，马上就有大眼睛了。好，我来看一下。看，有一只大眼睛了。那刚刚我有听到小眼睛，对不对？谁有看到小眼睛？一条小眼睛。那我再画一个小眼睛。等一下，我刚刚跟他比完赛。对啊，看尾巴好可爱，可爱的。可是他的头怎么不见了？头在这里啊。是不是有点怪怪的？怎么变那么小？对，变小了。想是这么大，还是你喜欢小蚯蚓？
我不喜欢小蚯蚓，不对，那是要送给你的，但是你怎么可以把我送给你来变成这样子啊？很可爱啊，你们喜欢小蚯蚓？好，对，回来。哎、欸，好像不是、欸、魔法咒语吗？就是魔法咒语，魔法咒语是什么？阿布拉布拉布拉布布，变回来。好，开始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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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一二三。哎！哎，小蚯蚓。小蚯蚓变回来了。小蚯蚓呢？啊！还有头。你不要再帮他画眼睛了。我让你们选颜色，好，你先选。妈妈选吗？你要什么颜色？这是粉红色啊。好，那你先慢慢打，因为我们要送他们弯刀。好，我让你们选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然后气球你要保护好哦。每个人只有一个哦，要保护好的。好，那拿到气球的小朋友可以去找旁边的姐姐哥哥打气。那我们要送你们的是海盗男的弯刀哦。好，那是每一个。好，那拿到气球先坐下来哦，先到这边坐下来。拿到打好的气球先坐下来。先坐下来吧，保护好喽。气球同乐卡。这是气球同乐卡，然后是那个童军的。香蕉、banana、气球同乐卡。在念那个对呼的时候会有的。哦。原来。干嘛？再一次。好，那我们要送他。来，我们先坐下来哦。一回看谁会最快。来，一二三，变木头人，不能动哦，预备，一二三，不动。现在在动，在动的话被没收。来，下面回一回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将他们折好了。后面要保护好自己的气球、哦、好，我们看看，好，准备了、哦、一二三，耶！Thank you.